他简直就是恶魔，白就白打，我靠，绝逼白打了。来了啊！我们初中带戏倒不是，我跟你说，我跟九幺就是粗，是就嘴巴上有点粗，做事作风上面有点粗，对吧？是个俗人，但是我们内心是藏着一颗文艺青年的心。哎呀，不要说俗人那么难听，做我告诉你，做俗人其实也不错。对呀、啊。这叫做真自己好吗？不要你妈的做，就每天弄得好像自己妈的 很有文雅，很文雅，就哎，这种做我们就不装，说白了，对啊，不要那么装。你们看到的很多那种看起来很文雅的，其实他妈都斯文败类，哪像我们这两个人嘛，那么真诚。对啊，你可以说我们两个就是败类，可以的，我们也不会说什么的。但是我们不是斯文败类。对，是的呀，我们两个不是败类吧？妈，我只是这么比喻，我们当然不是败类。还好呀，我觉得我们两个还好呀，真的口碑在业界还不错。是的呀，我们在那个我们两个口碑在业界真的还不错。哎、不要再说那什么扫本的故事，这个故事真的是因为妈当时鬼迷心窍说出来一件我从来没想过会发生的事情、哎、其实也没什么，有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看两眼怎么了吗？也是啊，对不对？看两眼我就是败类了。你这么一说我心里面比较容易能接受，你知道吗？是的。哎哎呦呦呦、操作还行还行。我就问你一点，你在路上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啊、我看她两眼怎么了？怎么了嘛？其实我觉得我其实看妹子是这样的，我看的还是比较高深的，就是我首先是看眼神的，只有眼神我觉得还可以的时候，我才会去看其他部位。不是，就看着不像你，不像你妈，你是你妈的直接进入主题好吗？看两眼没什么的。哎呦这，哎呦，哎呦，哎呦，说不甩来可以，甩来可以，甩来可以，这个甩的好，甩的好，甩的好，甩的好。我有这狗也在甩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两个人操作都挺好的。嗯，但我觉得把本赚的呀。这个战术如果没打到，我们当然赚了呀。把本赚的有点多。动图为什么要放这个战术？可能觉得这个四人图神族可能会裸双吧？对，他可能是赌对方裸双没赌到。好，看到 VC 了，但看到 VC 不代表任何问题啊。现在其实把本的科技肯定是要比你快的，这点你想都不用想。More likely, his economy is like a little bit stifled right now. It would seem like if you were going to go for it in some game, this would be it. You've already. 好，两组先去骚扰一下，先飘一圈。Yeah, it's going to be really tough. And these spots are like relatively close. You know the amount of links that he had to make early on, how late is. 农民，让我看看多少啊？二十八打二十五，把本也是亏的，还是优势挺大的。对，经济上有一些优势，然后科技上的优势就特别大。看 Bill 怎么搬这场比赛。哎，使徒的攻速都已经比狗速甚的快，这个实在是科技差距太大了。有观众说是被修了水晶，所以被逼打一波。你被修水晶，你可以出四条狗把它咬了再开矿的呀。对不对嘛？对啊，哎，不是你们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每一个神族都前期修在你暗黄修根水晶，你就一定要打一波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虫族这个种族。那虫族就是、虫族就不用打了，那虫族就不用运营的了，每个人都是要反打一波了，不可能的呀。哎、这种稍微嘲讽一下，你就一定要去打一波，没有这种道理的呀。哎，这波五个有点多。飘在一起的卡个位置就有点凶了，对吧？后面十六条狗出来了，再加上他狗飘不进去，他不会飘，不会飘，他还肯攻速，这波进去就全倒，这波。算了呀，这回去了呀。他想吃这个女皇，但狗速好了。哦，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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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攻速好，你也不能飘进去的呀。
大哥不能飘啊，不能飘不能飘不能飘，进去摸农民这边，但你这样的话狗住就好了呀。不是，他女皇操作是有点好，卡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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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农民偷的不错，这个我觉得这个飘的很好啊。build 女皇操作已经不错了，对，飘的也很不错。哎呦，这都这样就杀了七个农民，还要上去一个吗？上去一个。哎呦，没点到，还行。那不干的这三个，对，这三个能抓死的话，抓不死，抓不死。哎，这一波还是有点威力的，有威力。这波主要是死不全部死了，有点威力的。哎，他已经想好了，他捏到这个建筑学就想好了，三矿我就放弃了，最多，对不对吗？对。哎，但这两个使徒是不是站位有点问题啊？三矿放弃，然后 build 打完三矿，然后补波农民，这个局势还能打。妈的，还有三个使徒在外面偷农民，让你打我三矿。有那个有狗有狗有狗。好了，啊，到时候 build 可以按农民的。这我怎么感觉这波打下来就有优势了呀？对呀，啊，打回来，我说八本这个三 G D 开的太嚣张了，他也没想到对方会这样打一波。你这种，就是感觉再把你兵营撑掉，死应该死不了吧？你不觉得这个局面很烈吗？很烈的呀，已经烈的感觉，妈妈都不认识。趁这时候，哎，这什么意思？你还要这样放？有火蟑螂的你就这样放？没火蟑螂，你隔一波蟑螂进去又怎么样嘛？你就两个叉，三个使徒，你还打得赢？哎呦，被穿云箭了，死了呀，死了！你这波哨兵死了，你就不用打了。好了呀，这打毛啊，这还打？这种都翻回来了，我怎么招得住？刚才 Bill 有点烈的时候，他想的就是拼一枪。Bill 真的是天选之人呐！把本那张脸不爽的一逼。哎，我突然发现 Bill 的这个下巴也好像蛮长的。是的呀。我说只有下巴长才证明你是天选之人。你去看那个神族的照片，看完之后，神族每一个神族的下巴都很长，只有下巴长才证明你是神族的后裔，对吧？你有神族的血统，你才能够统治艾尔。你妈，你长得正常一点，你怎么可能去统治艾尔嘛？是这样的呀，是的。你去看神族的照片呀，我不骗你们的呀，神族照片一看就知道下巴很长的。这个没机会啊，这个投过来。不用，反正待会儿就蟑螂火蟑螂狗毒爆了，随便你怎么打。他们说司令下巴不长，那所以司令出不了成绩啊。对啊，你看看那个八本。他是整的容，他是用了易容术，所以你们感觉他下巴不长，在他的基因里面下巴长的一逼，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八本以前下巴有多长？八本下巴其实现在也蛮长的。不是，他已经用了易容术了，他只是给你们一个假象，不信以后你看八本那个。要打一波，哎，一波来了，一波来了，一波来了，我们看，就看这一波了。这个兵不够吧？打不进去，我觉得有点难打进去。看立场，这包了呀，这感觉呗。哎，这两个使徒有点精髓。但被我分狗分的也很不错，就这波了。看立场，四把立场隔得还行。我怎么感觉寡不敌众啊？这也是，哎呦，这其实我跟你说，这波立场放的还真有机会，有机会，有点好。他分应该分一两个使徒进去吧，全部分吧，应该。我靠，那么狠，全部。他对面可以再刷兵的，反正。他反正现在就拼这一枪了。对啊。他不会这样就。他为什么在？为什么在自己基地嘛？哎，他不会打回来了吧？我感觉他不会死吧？我感觉打回来了呀。四个不朽了，你妈蟑螂打得过个毛啊？这四个不朽有点凶的，这都打回来了，你们刀的主。哎，这两个人在干什么嘛 ？A 自己基地这种事情都做出来了。
你敢来？这不朽直接站在你脸上怼你。你都是蟑螂，你怎么打得过、啊？这种都输了，我怎么招得住你？这盘本来就该把本赢，对不对嘛？你刚才莫名其妙一波打上去，把把本打成那样了。他农民补的太狠了。其实刚才如果说他的科技是狗刺蛇狗毒的话，就不用刺蛇狗毒，他就狗火蟑螂都打不死。啊，也是。对吧，就狗火蟑螂，他农民补多了。反正我感觉他们打到这个阶段之后就昏招频出啊，两个人都在出昏招。把本呢倒还好，我把本只是有点太嚣张，倒还好。但 Bill 呢肯定是打得有问题的。哎，我跟你说，打完刚才 Alive 那盘，现在还能打已经不错了。哼，这也是。那盘打完已经快死掉了，好吗？好了，我们来看第二场啊。来了来了。又加油呀！这个好不容易杀出来，不容易的。他生死线上面，哎呦！又毒裸霜啊！毒裸霜也就毒裸霜了，也这个拼一枪也没什么错。我感觉赌到了呀，对方是外开。嗯。不，他如果这样放一个战术打赢一下，可能心态就回来很多。单兵开。这单兵开探路，我觉得又被防住了呀。再骗一下，想法倒很好。这不会骗到了吧？这水晶。退掉基地，直接堵口，拼操作了。这个地方，第二个堵不下来吧？再做一个 BG， 再做个 BG， 然后再做根水晶。我感觉他想堵死。毒不能毒死啊，毒死就找死。你毒死的话，就两个兵营一起爆。对，赌一个小口出来，哇，他直接不赌了，他要开基地。我操，有霸气，有霸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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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气！妈的，老子要开基地的。哎，这个是对自己操作还是真的有极度自信才敢干这件事情的？那你刚才这样，你跟这你妈让你开基地，哎呦，第二个叉，还行还行还行，第二个叉救命的，他的确有实力啊！你干嘛？我开了，哥开了怎么样？你牛逼，让你开基地，这让你牛逼，牛啊！牛逼啊！哎，使徒快出来了，使徒快出来了！妈的，我靠！好好好，你牛逼，你牛逼，牛逼！这一波我告诉你，牛逼！又亏成马。哎，我说真的，把本这个防守有点好，放快狗过去被这样防住，那也没什么好说了。又亏成马了，这一盘血亏。这真的是血亏了。It just stats had the timing down and like checked and was like, oh, there's no hatcher here. Okay, I know what you're doing. Basically, Biel's like, let me try this strat. He's like, 6+6. And stats is like, 12. And he's like, oh, what kind of hell is that? 6+6. He's like, 12. 我觉得 it's 12 every time you ask me 6+0. 要梦断 GSL 了。那怎么办嘛？Okay, well.真的要梦断 GSL 了，这两个如果说把本稍微的激进一点的话，我告诉你，只要位置卡到了，不飞呀、啊，这个不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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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耗你一波狗往回飘了，这肯定要死一个，算肯定要死一个，肯定要死一个，这两个都得死，你往里飘这两个都得死，换农民吧，能换一个换一个，换两个农民，还行呢，还行呢，还你还换了点狗，还行，对，主要这个时候理由是你可以换得起，再赌第二次。Have to choose between more workers or more attacking units. Do you have that critical amount? 我不信这盘 ，Bill 还能翻。If you make more drones, you have more money, but maybe you can be attacked and be killed. Yeah, it'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s in all of StarCraft is to truly switch between drones and units. And more often than not, when you see a Zerg lose or win a game, they've done that well. 这个，我们来试想一下翻盘的模式吧。翻模式就是一波使徒出去被包了，然后送一波使徒，然后三矿被逼退，然后又农民补起来。对，只有就翻盘了呀。就先包一波是起手式翻盘。对，起手式先包一波。你这个穿，哎呦，穿进去嘞！哎呦，这没有母舰核心呐、啊！我靠，哎，真的起手式啊，这不是？哎，这真起手式啊！这面被包，这面再把你这波使徒给你包了，搞笑了、啊、这个，哎，搞笑了这个，快往回飞啊！没事。他不会飘上去的呀，这种。这种怎么飘？你告诉我这种。这波使徒只要能够保存着回来，那就是优势。嗯、现在可以慢慢出去开三控了，我觉得。我觉得这已经翻不了了。只要这波使徒不被包，就很难翻。对，翻不了了。现在你开这个三矿可以说是毫无破绽的，就使徒送了，那这个三矿就很难开。家里面有个能进来搞你，你也没办法。怎么黑了？我不知道啊。我机器都打黑了。开灯呀，开灯呀！啊，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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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都打黑了，我靠！科技差太多了。哎，什么人？他什么都没有了嘛？现在？看看他怎么来，我觉得现在他唯一能打的就 Bill 能打的就只能蟑螂虎蟑螂狗，然后带什么带毒爆，就只能这样运营了，没回头路的。毒爆如果能够滚到呢，也就翻了。So where does Bill go from here? Is he going to go? 其实把本真的打了一点都不凶啊，还是求稳的这种打法。打的凶一点的神族，我告诉你，这早就三万开了点下之后，早就装家里面装 VS， 装 VS 出一些凤凰控图，然后转航母去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科技卖没办法。Stats might just be much better at this matchup. That's why we saw Biel have some success with like these crazy early game strats. But like, if you're really good overall at the matchup and you know what Zerg can try to do early game, every minute that goes on, you're probably in a better and better position. Yeah, like if you control. 经济虽然补起来了，但是科技上还是慢，还是落后。I think that PVZ is very doable. 我说还是就是这样的，他就只能等把本失误一波，就反正我现在就无脑出那个出毒爆出火蟑螂就死怒特流这道题打到底嘛，然后我在军台上跟你拼一波。
Also, Protoss now taking that fourth base. I think building up. 看把我们怎么打吧。 Zerg has not gotten to that exponential swing. 拔本这时候兵怎么可以可能要能出去嘛，他在想什么呢，想让别人翻盘呢，哎，你这种兵出去万一被毒爆滚一波，然后自己四矿又被溜一波，好了，就变军士了，甚至劣势。不，拔本这时候应该回去把闪电出来了再说，你不出闪电合几个球也是会试呀，他在生闪电的呀，对啊。 对不对嘛，你闪电出了再说呀，Bill现在应该尽快的把军坦扑出去，是真的，他这个部队在军坦上要厉害很多，我就跟你说，他肯定是前面那个打那个Alive打迷茫打傻了已经，一个韩国职业选手的军坦不可能是铺成这样子的，对不对嘛，哎，打不来了，这就有点打不来了。 反正他就无脑憋赌爆就好了，说真的，狗毒爆憋到底，反正你闪电牛逼我就输了，大不了就输了嘛，有什么嘛，哼，妈刚才生死线都回来了，干嘛他还冲，干嘛你这么过去不闪电刚刚弄好吗，干嘛书本昨天也冲了一波的，老子要学书本，也是这张图，这被电的妈的不认识了，就我冲了怎么样嘛。 太鲁莽了，太鲁莽了，这种一把两把，哎呦，后面还有呢，又了一把电封住，还有一把电，还有一把，不敢冲，不敢冲了，这毒霸都没血了，现在要解书，拔本要去解毒霸，他智力比书本要高那么一点点，立场。 真的，他智力是要比书本高那么一点点。对的，对的。哎呦，这把电没有电到哦，但没狗啊！你光靠毒爆去撞这个很亏吧？把毒爆撞白球，这打不来的，家里面已经崩了。刀还可以，但是家里面已经打不来了。他这种莫名其妙就冲别人脸的，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刚才那种看到闪电不就退回来了？打不来了，打不来了，是真打不来了。 好，这样的话，那拔本也是晋级到了最后的这个八强。我觉得拔本应该感谢老森，真的应该感谢老森。这个你妈的不是老森把 build 精力耗光了，他还不一定赢得那么轻松。好了，那今天我们就播到这里吧。嗯，我们也解说累了，这个比赛。明天那个晚上八点半，我们会打 M， 还有接班人的训练赛。对对对，明天晚上八点半再见吧。 大家拜拜，有点累了，有点累，休息吧，拜拜，各位拜拜，明天晚上八点半见啊，八点半见，拜拜。哦，不对，我们要抽个奖，我忘记了，我要把那个抽掉，大家把那个刷起来 ，QQ 号，我们还是抽那个啊，抽那个，就是我们淘宝店的那个台历，抽五个。 走一波，我们抽五个台历啊！大家啊，有什么需要的，现在淘宝店已经开始发货了，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我们淘宝店 scboy.com 啊，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但是我们先把奖抽了。来啊，三、二、一，走，这五个啊，这五个，我靠，又有个不要的还抽到他了。 一二三四五，好，就这五个，这五位观众是获得我们台历。好了，明天再见啊，明天再见。再给我们淘宝店打个广告啊，有兴趣的玩家可以来我们淘宝店看一看那个，可以看一看我们的东西啊 ，scboy.淘宝.com， 拜拜各位，拜拜，拜拜，拜拜。